来看这个三角恒等式啊，我们看第一组恒等式啊，就是所谓的平方关系。好，sin 西塔平方加 cos 西塔平方等于一了。sec 的平方减 tan 平方等于一 ，cos 的平方减 cot 平方等于一。我这关系式的话要把它记起来，它的证明很容易啊。好，因为这个等于多少呢？这是 r 分之 y 嘛。好，就是三角形的话哈，它的呢这个。对边除以斜边嘛，好，这给它平方，啊加多少 ？cosine 的话是邻边除以呢斜边嘛，哦啊平方嘛，啊这会等于多少 ？r 平方分之，s 平方加上 y 平方嘛，好，那邻边的平方加对边平方，这个是两股的平方和是等于斜边平方嘛，所以是 r 平方之 r 平方，所以是等于一，啊第二个的话 ，second。second 的话呢 ，second 的话是 r 除以多少 x， 斜边除以邻边嘛，好平方，啊减掉多少呢？减掉这个是 y， 好 y 除以 x， 平方嘛，啊这等于多少？等于 s 平方哈 ，r 平方减 y 平方，好，那斜边的平方除以减掉对边平方就是就邻边的平方嘛 ，s 平方除以 s， 这等于一啊，啊这一样。cosecant 的话是，斜边除以啥？除以那个对边嘛，它的平方啊，减掉多少 ？cotangent 是 x 除以 y 的平方啊，等于多少呢 ？y 平方是 r 平方减 s 平方。哦，那 r 平方减 s 平方就是 y 平方嘛，除以 y 平方，这等于一啊。好，那这样的话，我们就证明了呢，平方关系式了。